就是视频中的这位大叔，他能将桥墩画出隐身的效果，能将树干画出悬浮的错觉。这位画家叫李佳悦，今年46岁，四川绵阳北川人。虽然大学学习的不是绘画专业，但由于从小的热爱，所以他大学毕业后还是选择了学习画画。在经过日积月累的勤学苦练之后，他终于能画出一幅幅令人惊叹的画作，把柱子画得几乎消失，人又在其中，把大树画出悬浮的效果，又有美女站在当中，甚至还能把树画得悬空，同时通过绘画的链接嫁接到石柱上。他不仅能把室内的柱子画出透明的效果，而且长颈鹿和海豚都活灵活现地镶嵌在其中，他画的每一幅画都是生动逼真，栩栩如生。也正是凭借着炉火纯青的画工，让他在网络平台获赞近千万，他也因此走上了央视的大舞台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线上红人、线下达人。